国内最大的 BBS 站 PTT 拥有130万人注册，去年底发行认同卡，吸引4万多乡民认购。加入 PTT 卡的特约商家遍及全台，也千奇百怪。像整副馆、汽车教练场，还有卖生前契约的，都签约提供优惠。吸气，吐气。又是推拿又是拍打，师傅号称摸几下就能知道酸痛毛病出在哪。传统整副馆纵使师傅不常上网，现在同样加入 PTT 认同卡特约行列。有卡的话是打85折，可是网络上是写8折。哎，是哦，因为我很少看到，就随便啦，大概8折也可以啊。那你这样生意怎么做？就交朋友嘛。凭卡打折，就算没带卡，说一声一样能优惠。这位40几岁的老板最近才开始觉得 PTT 很好玩，加入特约行列。认同卡不只有餐厅、服饰、11住行、生老病死服务，在 PTT 特约名单当中，通通找得到。像是水电行秀出 PTT 认同卡打95折，礼仪公司卖生前契约，凭卡还附赠塔位。山坡起步的时候，记得去对准前面的线哦。想学开车也能靠 PTT 认同卡，一人学费折1000，揪团又会更多。但怕店家口说无凭， PTT 要求大家签协议书。 PTT 不但有代表盖章签字，优惠多少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避免纠纷。这也算是一份保障他们乡民的一些权益。PTT 认同卡发起人表示，目前已经有400-500家特约商加入，而首波50000张卡片目前只剩几千张。乡民力量大， PTT 走出网络世界争取优惠，店家只是看中高人气，互谋其利。民视新闻张惠沈培智报道。